退，下次再见之时，我不会重蹈覆辙的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了。哦，你战斗起来真是英勇无比啊！将目标定在那里，一举攻陷，挫败敌人的斗志。一拳高下，一拳高下，一拳高下，真是令我惊叹不已。我们的背后是图安吉的大河，从此刻开始，我们将背水一战。西方的报告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终于，请原谅老夫的无能吧。孙吴的军队已被赶回至长江对岸，但是补充兵力后，就会立刻卷土重来吧。我们还没有突破困境。马超他们已经攻过来了呀。王一，目前战况如何？马超、韩遂等人已在潼关布阵，我军在正面交锋之下败退。目前我们正在巩固洛阳与蒲坂津的防守，我们让马超占了上风，实在抱歉。不不不，都怪我们救援来迟，抱歉。速进军，来吧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那里给敌人太浪费了，就由我们去接管吧。开始进攻，各位随我来。给我让开！来吧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赵子龙，在此！毁灭敌军据点，火速进军。一决高下，那里给敌人太浪费了。看来不大顺利呀。放心了，
少主。胜利的感觉真是不错。你优雅的举止要继续磨练的。受死吧，曹操！看出威胁此地的奸恶。那里给敌人太浪费了，就由我们去接管吧。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去占领那个地方，毁灭敌军据点，火速进军。给我站好！举止要继续磨练的。来吧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决一胜负吧，让曹魏夺取关中，乃至天下。挑战多少次，你们都不可能战胜曹魏。而且，我必须让他充分感受失去族人的孤独，以及梦想无法实现的痛苦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再多言了。属于我们了。啊！呀！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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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我的爱意。不过如此吗？